Thank you.
好的，因为今天这个室外演出啊，风也比较大，请大家见谅。我们的乐手呢也在勤快地翻着乐谱，大家可以再次给一些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
柔的古典曲风的萨克斯乐曲啊，相信也是把大家的这个思绪啊一下拉回了海顿啊、莫扎特啊、贝多芬的年代啊。再次感谢我们的十二萨克斯重奏组合，希望大家也今天呢能够记住他们的名字。好的，那么记住这个组合的名字呢还远远不够，一一来认识一下这九位帅哥好不好？我们请乐队的领队，著名的萨克斯手吴越先生为大家一一介绍一下，来，掌声有请。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下午能来到咱们音乐厅大草坪来欣赏我们萨克斯风的重奏音乐会，再次表示感谢。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与我合作的伙伴们，他们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非常出色的萨克斯风演奏家们。那么我们从右边开始一一给大家介绍。第一位，我们的次中音萨克斯风，他是来自温州的贺英俊。第二位呢是来咱们浙江音乐学院的啊萨克斯风老师，他是非常出色的，也以前呢也在美国留过学啊。我们的谭旭，次中音萨克斯风谭旭。好，接下来一位也是我们非常出色的次中音萨克斯风，他是来咱们青岛的一位年轻的非常棒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张永峰。张永峰次中音。再介绍这位啊，和我一样今天吹的高音萨克斯风，他是来咱们上海的吴元良。吴元良高音萨克斯风。好，在咱们高音萨克斯风身边一位非常帅的小伙子啊，他呢老家呢是来自东北，但是呢他以前呢曾经也在美国留学啊 Berkeley 留学，非常出色的一位萨克斯风演奏家，我们的刘培毅。刘培毅。好，刘培毅旁边呢我们接下来介绍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位非常优秀的萨克斯风啊，年轻的萨克斯风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龚志乐。龚志乐。啊，再接下来介绍一位，也是一位非常棒的啊小伙子，他是来自温州的陈向明，中音萨克斯风。好，最后介绍一位，来咱们杭州的一位非常棒的萨克斯风演奏家，陈春林，奥尔多萨克斯风。啊，今天真的非常好啊，机会非常好。那么你看，今天早上我一起来我就看，哇，今天真的是大晴天。这个非常重要啊，咱们天气好咱们心情就好。那么希望大家今天呢在这么美好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聆听我们萨克斯风演奏，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好不好？好，也非常感谢吴越先生的一一介绍啊。可以说呢刚才呢我们的九位帅哥的名字啊，现在大家都已经啊一一记下了一遍，但是呢其实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呢还是要最后大家要上台来互动啊，一一切磋。你看今天这么不容易，全国各地啊赶到上海来为大家献演，那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我看很多来了很多小朋友啊，今天坐在下面拍照的拍照啊，这个录像的录像啊，有没有带这个萨克斯过来啊？有没有？有带的举手给我看看，有没有啊？我看后排有好几位在后面，是不是？没关系哈，我们有没有带都没有关系，都可以上来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萨克斯乐曲啊，这个器乐到底是怎么样的构成的，然后有些什么不同的感觉。因为刚才其实听我们吴越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一点，其实萨克斯呢跟我们这个人声是一样的，也是分声部的，对不对？分高音、低音、中音都有。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学问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深奥的，而且我看他们身上背的萨克斯每一个啊可能牌子不一样，而且造型也不太一样，颜色也各有不同，所以呢远远的看去啊可能大家还不是非常的直接的感觉到，还是要上台来静观啊，然后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了。